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李哲辉和杨博轩两局之后击败小宝组合。首局开局，李杨组合打了一波7-3后，以11-5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李杨组合占据比分优势，成功以21-18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双方比分陷入拉锯式持平后，小宝组合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李杨组合成功在13-19落后的情况下反打一波10-2，以23-21逆转拿下比赛。